起摇摆，三二一看 Saturday night，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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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本期看点：好六呱呱乐，盛夏吃瓜群英会，趣味传递，默契顶呱呱，有 ，case 亲，爆笑不停，肉肉肉，好家伙，肉肉，说出来了，不是逼出了腹语是吗？有点赖皮了。夏日心动瞬间，你学会了吗？虽然说西瓜套不住，但是你套住我了。我刚才都感觉到幸福了。突然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好。为了不让女生淋到雨，你会。走，我们去躲雨。走，我们去躲雨。哎呀，还有一位朋友在里边呢。你的朋友不要了，太惨了。钻进去的时候又多得意，爬出来就有多尴尬。清凉答题挑战，越来越帅的 W 姓男艺人魏大勋帅。你要说一个最帅的王鹤棣。一群人就在家里给弟弟惹事的人，有老师不好意思啊。团队热情等不住，逗你针锋相对，悬念升级，妈呀！谁将接受最终惩罚？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好货好价淘不尽，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现场有一种非常夏天的感觉，这里是我们的好六呱呱乐夏令营。我们今天邀请了时光中学和好六中学的同学们来这里度过夏令营。时光中学是什么中学呢？我不知道。好六中学我也是刚刚听说呢。我们两个居然是同学。因为是学生家长都不知道谁出了问题。也有留级的，也有留级的。为什么是学校的设定呢？因为最近呢，我们麦麦跟宇帆的这个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跟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个校园题材的作品，然后我们也欢迎赵今麦和白宇帆。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赵今麦，在《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中饰演罗琪琪。罗琪琪是一个很倔强，但是又很敏感的、很有潜力的一个少女。大家好，我是白宇帆，我在《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中饰演徐小波，是他的哥哥，是罗琪琪的哥哥。大家一块儿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还有其他更多的角色是怎么样在那个年少时光里发生一些改变的吧。是的，这部作品呢即将跟大家见面了，请大家一定记住由赵今麦和白宇帆主演的《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锁定芒果 TV。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90年代的朋友们成长的故事，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好，
那接下来这两位呢，也是我们好六街的老朋友了，欢迎颜齐回家。Hello， 大家好，欢迎。张颜齐是不是要常住了？我现在有点怀疑，突然又来了。而且张颜齐现在在我们好六居然有他专属的环节，真的，就是他一来就说明那个环节要来了，又要来了，护坡环节，泼水环节，对对对，泼水，对，泼水。另外这位呢，是我最近快乐源泉，我的电子榨菜全员加速中的显眼包，欢迎我们的高瀚宇。欢迎，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呢，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新老朋友来到现场，我们分成两队。首先呢，是这边我们麦麦、宇帆、迪哥跟小丁弟弟是一队的。然后这边呢，我们颜齐、高瀚宇、雪晴跟老秦是一队的。哦。而且呢，这里面的队长，我听完之后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嗯。这边呢，我觉得麦麦当队长还是因为唯一的女孩子嘛，对不对？我本来以为这边对应肯定是我们雪晴当队长，结果哎，竟然是张颜齐。哦。简直是，节目组那么害怕他逃脱惩罚吗？好了，今天两队呢，我们有个比拼，请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规则。好的，今天我们夏令营呢会给每个人发放50个这个拇指西瓜。这是西瓜？对，这个可以直接吃，已经洗好了。真的假的？真的可以直接吃，放嘴里就能吃。这是水果，已经洗好了，真的。杨迪已经吃掉了自己的一个拇指西瓜。哇，纯粹就是西瓜皮的味道。它没有瓤，真的没吃过这个哪里有瓤啊？没有瓤，开玩笑的吗？不不，真的可以吃，这是拇指西瓜，是可以吃的，但就是吃的西瓜皮的味道哈。对，然后我们在每轮比拼之后呢，大家都需要上交一定数量的这个西瓜，最终西瓜数最少的一名队长和西瓜数落后的两名队员要接受我们最后的清凉一下挑战。加油！好的，加油。好，泽林，接下来是什么环节？打开淘宝搜淘出666，一起参与互动，抢新品手机，还有机会赢取666元红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默契顶呱呱环节。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哇，今天这个位置看起来真的很像吃瓜的位置。吃嘴来喽，很清凉。一上来就要考验大家并不存在的默契感，哇，好精彩。那今天要考的就是第一关，就是考验表现力、默契和这个理解力了。是的，来给大家说一下规则。我们第一轮叫做寂静呐喊版的默契传真，是由第一个队员看完题目之后呢，依次向下一位队员传递，然后我和何老师呢会说出最后的一个答案，答对的话得一分。好，那我们第一轮的这个寂静的呐喊，第一轮要上场的是秦霄贤、李雪琴、张颜齐、高瀚宇，绿队合理，还有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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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前面只要不错，好不好？我这次对我们组信心很大，老秦给点力行不？我们化干戈为玉帛。我是第一棒，好吧？你说话都破音了啊！我听不见。第一棒最重要，就是你知道是啥词儿。到你那儿乱了怎么办？那赖我呗。不是，你们还没开始，已经开始甩锅了吗？怎么？明明考的是默契，已经开始打起来了，恨不得。对，今天要走高智商路线了。今天我们不做综艺效果。今天不做综艺效果了，让你们知道我智慧。你要做一点效果，我就弄你。我跟你说，不做，不做。好，来，泽林也戴上耳机。好，好，请关门。天哪，这根本不可能吧？第一题。哇哦！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你先数数多少字。好，我想退赛可以吗？我们输了，比赛开始。转圈也是一部分吗？没有，这都没有。一二，一二，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九个字，哥哥，哥哥，哥哥，大亲戚，大弟弟，爸爸的亲戚，哥哥，比他小的亲戚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因为他不能说里面的字，所以哥哥比他小的弟弟，亲戚啊，对，小女孩，妹妹，对。第三个字儿，大，对，哎，
们是啥？弟，妹，妹妹，大弟。演最后那个状态，演那个。走。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漂亮，下一位。弟弟。几个字？九个字。九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前两个字。第一个字是两个字。前两个字是一样的。第二个字。前两个字。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字。前两个字是什么？第一个字啊。姐姐的反义词。动作，给我点动作。没有动作，姐姐。没有动作。姐姐的反义词。钱。钱的反义词。姐姐。爱。前面钱的反义词是不是爱？我们俩，你管我，我是你的，我是你的。铁子，铁子，姐姐，今天要走高智商路线了。啊，重来，小女孩，一个小女孩。啥？什么？第几个字？小女孩。小女孩在干什么？卖火柴，卖火柴。小女孩，不是你管她叫什么？小女孩怎么了？不用了，你这个重要。走路，走路，小女孩走路。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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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来来来来，九个字，九个字，对，九个字，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是两个字，两个字，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他在搞综艺效果，我也不知道，前后左右，前后，对对对，然后就是小女孩，小女孩，小女孩，哎。后街小女孩在散步，散步。后面有个小女孩在散步。漂亮，差不多。哎，你别说，是这个意思。后面有个小女孩在不，后面有个小女孩散步，散步。加油，几个字？应该输了，应该是输了。几个字？九个字，九个字。后后。后面有个小女孩，小女小女孩，后面有个小女孩，哦，散步散步啊，后面有个小女孩，散步，多一个字，后面有个女孩散步，八个字。四三，后面有个小女孩散步，时间刚好九个字，对。好，下面好，首先往回回溯啊，首先是泽林，你刚才在汉语那边接收到的讯息，我感觉他第一句话说的是感觉输了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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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非常没有信心，而且他说到做到，他跟我说九个字啊，我感觉这个是。正常来说九个字要么是一个成语谚语什么的，怎么会 对后面有个小女孩在散步，对吧？汉语你也表达是这个是不是？对，我听他说的就是这个。你后是哪来的？他说钱的反义词吗？我什么时候说钱？我说钱，你说对。我说姐姐，姐姐，我是你的什么？铁子。他说当时我的什么？我说铁子。他说对。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从张颜齐事情崩，就是崩在颜齐这，崩在队长这，对不对？那我能看雪晴演一遍吗？哎、不不不、啊、你让老秦给你演啊，让老秦演，因为雪晴完全是对的哦。你让老秦演一遍，对，我倒要看看。哎，我们说，就哥哥，哥哥比哥哥比哥哥小的是什么？小女孩，妹妹。哎，对对，然后这样，大大对吗？对，然后最后的那个动作很重要，就这样。哎，看看看，这不是散步吗？我知道了啊，你说，妹妹的大胆的往前走，对不对？妹妹的大胆的往前走，刚好九个字。你不是跟我说不做效果吗？他过来，我说什么？他，我以为做训狗呢。这算没成功，好不好？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待会儿这一队一个都没猜对，那就算他们赢，因为刚才雪琴猜对了，对不对？是这个逻辑啊。我跟你讲，我跟你描述的就是他跟我描述。但你没跟我说大，说不定一说大我就想到了。你没有那个，你可拉倒吧。你跟那，你跟大小没关系。我光想小女孩走很难想到，但如果我想到小女孩大走，说不定我就想到了。你挺能甩呀。
来吧，第二轮好不好？就但我们改成背后抱板默契传真。这一题呢是这样的，前面那一位抓住后面的人的手，运动他的手来告诉他题目是什么，不能够说出任何一个字来。来吧，咱们上了，来，朋友们，加油，加油，能成。好，第二队开始。这个也难，这个难。几个字？几个字？五个字。哦，这也难，这也难，我们有机会了。有。吃。捞。和我教练教我游泳时候一模一样。他们从第一个字开始就出问题了。换一个路子，换一个思路，换一个思路。换不了。不许说话，不许说话。抱。啥呀？哎呀，纸。度。揉。急死了，他都要急死了。迪哥，你不行，你用你自己身上的呢，人家身上没有。肚子肉，肉，肉，啊、嗯。我还对一个字不好。这第三个，啊，啊，爆肉，啊，爆爆炒肉，油爆。琵琶半遮面，嘴电五飞吻是吧？三辣二辣连续飞吻辣腊肉辣，去没找着肉吧？人家身上没有，他这没有，我这有，你就知道摸出来了肉。来吧，我完全复述一下啊。嗯，好，麦麦站在前面。五个字，哎呦，五个字，一，第一个，嗯，哎呦，游泳，嗯，哎，二，第二个字，我，脸，弹，怎么还夸了一波自己呢？怎么还？等一下，第一个字是这个，这是什么？还有节奏呢，游泳教练。这局我们拿下了，我感觉。挺有信心的你。找呀找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听懂了。你怎么听出来对不起的？你再来。等会儿。肉哎，有点赖皮了，对，说出来了，快点肉，快点继续，快点，肉，活活逼出了腹语是吗？飞吻，辣，太甜。四三二一，怎么变成这个？哎，你知道是啥吗？知道吗？你们给他说，你们悄悄给他说。锅包肉烫嘴，能猜出来不？确实猜不出来。你想一想，这是什么？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油。好。好，六个字。纸肉，肉什么什么油，第一个字油，第一个字油，第二个字呢？你看我们呢？我们、哎，我们真的帮不了你了。你是问我吗？我马上告诉你。六个字，啥？扇巴掌。Case 亲。哎，飞吻，完了，肉，飞吻油，好了，时间到，来吧，来吧，
你别自己一个人的嗯啊，第一个字，不是第一个字，你不能这样，你这个吧，说富裕吗？你这游泳，又游泳，滑了，指挥交通，飞吻，嗯啊。刚才麦麦对你做这个了，怎么可能？六个字对不对？等一下，等一下，还有别的动作吗？再想想看。他凭什么说六个字？他说嗯。还有抱抱抱，有没有抱？有有有。难，这不好弄。滑，抱，五，请。三。何老师，我觉得你也无力回天了。我觉得是无力回天了。建议就盲猜。盲猜。那几个字是？啊，我告诉你，准确的，对，不是六个字，是五个字。啊，连字都错了，玩了那么久，从麦麦那里，白宇帆给他比了五个字，到你这变成六个字，他不是给我比了这个吗？五个字，哎呦，好，六个字，六个字，赖不着白宇帆，赖不着白宇帆，这题，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迪哥不认识那五个字？怪我，不过我舔也差不多吧，也，你们这咋的？游泳、飞吻、敷面膜，锅真的，锅太难搞了，我太菜了是吧？你太菜了，我太菜了，对不起。来吧，第二轮好不好？来第二轮，加油！张颜齐，你刚才不做效果是那样的表现，你还是做效果吧。我觉得你要不要还有东西解？要不要你们就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叫加油队，好不好？听起来好心酸。来吧，第二轮好不好？好了，来了。这有点难度啊，可以的，你肯定可以，简单。来，第一位也可以这样，好了，准备啊。七个字，不对，这数数还没。不应该管他们，让他们七个字传下去。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字，好。第一个字，弹。哎。第二个字。第二个字，啊，剑刺，弹剑刺，弹剑刺怎么了？抖，抖包袱，抖包袱，抖，哇，是吧？我这压力很大，对，因为人家很棒，突然欢呼了，来准备来了，六个字，哎，这是个招，哎，啊，不用数的，三个字好猜，第一个字，好六，好跟你弹我唱 KTV 唱歌，六，唱歌。这什么？这好倔呀、啊！他这能听懂？啊啊！急死了！这是、弹琴，弹键词，哎，弹键词，好漂亮啊！来，二，第二个字，弹键词算一个字哈。第四个字，弹键词，跳，扭，摇，弹键词，跳。扭摇，抖，弹键词抖，抖胯，抖什么？够了，有四个字就够了。啊，第一个字，第六个字，六个字。哎，对。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好棒啊！你们算上了，哎呦，等一下，你弹我唱，弹，对，弹什么？弹。弹走鱼尾纹，第一个字是弹，第二个字是
哎，好棒演的。剑，弹剑四。哎，还得意还得意。摇头晃脑了，你这玩意儿。第四个字对。第四个字。OK, three, two, one. 抖。哎，弹剑四抖。抖什么？斗鸡，弹剑刺斗鸡。他以为斗鸡呢。斗鸡，斗鸡眼。好，你很棒，你很棒。好，我尽力了，家人们，你非常棒。但不是鸡呢。啊，不是斗鸡呢。包袱，包袱，包袱在哪儿啊？太难了，太难了。你怎么又这个表情？还可以，真的。他又叹了一口气。你肯定能答出来，你肯定能答出来。来吧。六个字。对，六个字。好，来。到底多少？第一个字，提词器。唱，唱，弹，对，弹。第二个字。生效，弹剑刺。哎，弹剑刺干啥？第四个字，这么僵硬的笔画吗？到这就完了，到这就完了，对。完了完了，落一个字，落一个字。完了，弹剑刺，我肯定能答出来吗？你肯定吗，何老师？没有，你忘了中间第四个字很重要的字，你忘了。你用第五个字，第四个字，第五个字。第四个字，弹剑刺抖，抖什么？弹剑刺晃，弹剑刺摇，抖是对的。五，弹剑刺抖，三，六个字，二，抖机灵，一。好，那现在开脑洞，看你们分不分积分。加油，一般以这个我们导演出题的方式，会在抖什么呢？弹剑刺抖不是机灵，包袱。哎。这怎么说？包袱！耶耶耶！这是什么？直接说这是鸡，抖机灵。啊、雪琴只给我描述到弹剑刺抖，对，他让我想想抖什么。嗯，我想抖机灵嘛。对啊，抖机灵嘛。光把鸡字描绘出来了，灵还没说就结束了吗？不管怎么样，对了三个字，从头到尾都对了三个字。四个字，抖四个字。好，在这边呢，我们要祝贺能成队获胜。恭喜。那我们这一轮呢，能成队只需要在这一轮上交15个西瓜，而这边需要上交20个西瓜。我们的交瓜规则是这样的，每个人起始呢会有50个小瓜，由两队的队长决定进去交瓜的顺序。队长进去之后，你会知道前面的人交的瓜还差多少，你可以做选择。第一，自己认领，把剩下的交齐。第二，我去猜谁交的最少，就是要指认，根本就是在整张颜齐。我连妹妹两个字都猜不出来，我要猜三个人中有哪一个人少交了几个瓜。加油啊，好不好？那颜齐和麦麦就安排顺序。我第一个吧，我第一个进吧，对，我第一个交吧。我第二个交吧。行，那我第三个交。行，我交三个，因为我们说好一人交四个。是他交的。四个，我交了，确定了啊。嗯，好。他们太狠了，但是我交三个我就稳了，我还是接好一点吧。可怜的麦麦，交三个吧。才一共交上来六个。对。我先补上，我用我的真诚，然后让他们那个害羞，对对，汗颜，对对对，好吧。快去吧，交瓜了。走开，你走开。哎，为什么开会你没跟你队员在一起？你可以决定顺序，他们不带你开会，你可以直接决定顺序。我自有妙计，秦霄贤第一个上。对对对，好了，我定了，秦霄贤上。好，秦霄贤来吧。张颜齐，我是不会对你付出一丁点的，我告诉你。一人交五个，一人交五个。和你的瓜呢？你人过来。我不想给。不是你瓜都没带，秦霄贤。我真受不了了！哎呦，还拿瓜？你还是带个瓜吧，一下就把你猜出来。根本没有想交的心，对吧？拿谁？拿我的？我能拿张颜齐的吗？我可看着你呢啊！好的，
今天我是高智商人设。行，截止到目前为止，累积的上交总数是三个。对，玩我。三四六七，不行不行，我七不行，太多了。指认。张颜齐他选择的是指认。嚯！现在你必须指出谁交的最少，如果指认成功，这个人补齐剩下的十七个。但如果你指错了，你不但要自己补上这十七个，还要再罚五个，就是二十二个。今天终于到了我期待已久的高智商时，是不是？我已经推理了。你推理，他们三个人一人交了一个，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指认任何一个人都是正确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傻。那么003的话也不行，因为有两个零分的出现的话，对，概率也挺大的，是不是？所以102是最好的排布。谁呢？谁是零呢？谁是二呢？谁是一呢？老秦知道我恨他最深，所以他会选一个中间的保守数字，他会出一个。好，然后他俩中，他看似最无辜，他看似也不像什么好人，所以他们会故意调换身份，他给两个，他一个都不给。你指认李雪琴，所以李雪琴就是给的最少的凶手。张颜齐到底高没高光呢？三二一，指认。指认失败。失败。你还这都选错，你丢不丢人？好，可以来。哎，就这样吧。我要是交一个，他就得三选二，很好选，有两个，他就盲猜老秦就可以了。对，我交俩，他就觉得有一个人没给。我交仨，让他去猜。你随便指一个你都对，你却偏偏挑了李雪琴，你是什么命啊？哪太高能了、哎、有那个赵露思那个味儿了，有没有？大侦探。大侦探，我是大侦探。你们那组的叛徒还藏在水下，我们这边的傻瓜已经浮出水面了。好，我们继续加油，下面的比拼。